快跑哦！避难所就在前方。电脑要跑得动魔物大概多少？我这边。基本上买一张1060差不多了啦，显示卡 CPU 大概 i5 左右吧，记忆体至少 16G， 算堪用，堪用的等级，应该可以开个至少高左右吧，也不会说开极高，是不能开极高啦，因为现在其实讲实在的。完全不知道，看看我走到哪里去吧。我想一下，不用10，20就可以了。谁？专门那个电脑的吗？现在比较没有了。现在这个目前这个状况暂时先停止。老头电脑玩魔物哦，我有 PC 跟 PS4 啊，要配一台是没问题啦。哦，这感觉像玩《恶灵古堡》啊！我天哪！他要把场面弄那么恐怖吗？走这里，好恶心哦！这是什么？恶心！哇，被射满脸！啊！可是我全身都是这玩意儿！耶儿！你在发光，所以还好。我在发光。爬出那玩意儿的东西，往这边走吧。我身上有这个污渍，会怎么样吗？地上的那一坨不知道下面挖哥啊，失忆装备不会。等等，那里面有东西。但我在医院，怎么啦？怎么跑去医院？这主意不好吧，爸？爸，我也觉得。让他把它切开。真恶心哎！今晚加菜，要不要吃？吉恩的失踪者，不要，不要吃那个。看来我们找到吉恩的失踪者，而他们的人啊，收割我们。如果这就是他们抓到的人的下场，哇！天哪，那我妈妈，喂，别这样，你妈也变成这样子了。他妈妈也被抓走了、啊。找到那个矿场，走吧。哇！又是卵夹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卵夹？不管这是什么，都不会是兽族。我还没看过这样的东西。马克斯菲利被难倒了，这可不是好预兆。在屋顶上。我早说过，保持冷静，继续前进。可以打麻将射哦，把他们射爆这样子。你怎么从里面滚出来的？你靠，最后是滚出来还是残骸啊？趴下，趴下。哦，我们到这之后，那东西就一直跟踪我们，我要把它引出来。什么？怎么做？好，好办法。当他跳出来，就杀掉他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跳！冲啊！他怎么到这里的话？他看到的、啊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个看起来不像兽人啊！哎呀，恶心！还有一只啊啊！哇，老爸受伤，耳鸣呢？好、哦、完了，老爸死了。啊，老爸要领便当啊！哇，被带走了。哦，被抢走了。
他们每一个都会运那个东西，他们下面这边猴囊。这个是他们那边风友族的运输兵，是不是？桌子。可恶！真该死！马克斯本来要帮我们击败他们，还要找回我妈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那我也真不敢相信，他竟然把他吞下去，正哥哎！好，别说了，他走了。可是他还没死。照理来说。然后利用他们哦，利用他。我们知道那程序需要时间，需要时间。我们去追我吧，我们需要他。如果我们追不回他呢？那么，我想我们得孤军奋战了。如果救不回，你就谁谁呀？好吧，那现在呢？去香港屿是哪里啊？香港屿就是他要带我们去的地方啊，兽族埋葬地。兽族埋葬地。恐怖梦魇，好，我们快离开这里，去追带走我爸的那个玩意儿。刚什么东西发亮啊？好大只的老头！我妹受伤了，所以才跑来医院。哇，居然，好像蟑螂蛋。饥饿龙有新龙哦，我知道啊。我在犹豫要不要拍呢，已经过好久了。欸，这是什么？那许三弹枪，嗯。那只龙还蛮大只的 ，AKSL， 双 AKSL， 对啊，可是你知道拍了又要我氪金，我记得战略游戏上花了不少钱了，有点不太想花了。老头不想花了。对啊，然后之后拍了之后，啊，讲个比较现实面问题，观看量又那么低，不值得花那一笔钱去拍啊，我认为啊，所以还是算了吧。哎，这可以打吧？里面空空的，听起来他们往要塞深处走了。那我们也是，继续追。哦，天哪，又是那种卵夹。没事吗？你叫老爸吗？哇！哇！他们被抓走，全部变成蜂蛹人。哇，蜂蛹人！哎，要是没有去救他的话，别让他们靠近。咕噜是不是？不过这些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我很快就是了。啊！那个跳的很啊？我知道啊，好多只啊！他们又来了，他们一直在闪躲，好敏捷哦！在空中飞呢，左边左边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干什么东西？我的建议是，别再碰软夹了，不要我碰，那边，我要碰软夹，这里都是他们，我要继续碰软夹，里面搞不好有宝，你知道吗？我准备要上场了。这是我靠！我的眼睛 ，Oh my god！ 相信我们也会抓住人。这是破图吧？这怪物有从软夹跳出来的东西。哦，没有，这破图。而且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啊，好亮哦！还是只有我这样想。也太亮了吧？哎，那乱安。这是什么字？风云族。那个是破图啊。可以去杀敌了。Yeah。靠，走上去了。该死！哎呦，哇！你还好吗？应该还好，不过这下面有好多那玩意儿。耶！能回上面吗？不行，你们得下来，只是要小心点。哦，不要打爆好了，好不好？天哪，你可没开玩笑，小心脚步。你们可没开玩笑。离开这里。小心呐！哦，又破土了，我的眼睛。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啦？啊，我的眼睛！我要转个角度，我的天哪！这些卵夹是孵卵器，我没被放进去，然后他们跑出来，得放进去。我们得找到我爸，而且要快。好哦。
五。这门上有粘液。我想先捡东西好了。感觉这可以先捡。轻点，轻点，再跳我就掉下去啦。我们来切穿粘液。不要，我任性，我不想切穿，怎么样？好，这边是捡子弹而已啊。夜光光，心慌慌，毁灭战士。啊！我嘴巴好像沾到了。味道如何？你觉得他们恶心？可能很糟吧，因为他……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在那边，就是那个。快点去追他。对。糟糕，又是那些该死的玩意儿。咕噜。咕噜。来该谁？哦耶！哇，真是惨啊！见到自己人了，真是耶！没了吗？安全了吗？我啊，应该是变骷髅头了，变成骷髅头了。不能拿，拿到了。喂，太多了吧！我的眼睛要瞎啦！受够你了！为什么可以这么亮啊？我要击倒他们！等等等等等。我怕这样子玩到下去，我们全部都要戴墨镜了。哎，没有了、欸，没了哎、欸！没了，他死了，没有破了。现在我们安全了，谢主隆恩，谢谢你。瞄准一点。好啊，你说的、哦。都不理我了，叫我瞄准一点的说，没事了哎、欸，果然冲快就冲开就没事了，然后等一下过没多久就开始了，我猜啦。哦，可恶！什么？该死！哇，疯狂粉丝！耶！好耶！我们得为安全了，兄弟，来帮我一下。所以我们要去追这抓夺兽玩意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得找到我爸、雷娜，还有被抓走的所有其他人。好，可是万一他希望我们去追他呢？我们要救这么多人、啊，犯下大错了。我们要救这么多人啊！偶尔还是会看到某些东西。上面有个粘液泡泡。它里面是什么啊？哇哦，木丘机枪，有够丘！啊，这个一定要架枪啊！搞什么啊？打爆什么都没有啊！那一定是我爸的无线电，快点，他肯定在附近。老爸的无线电，老爸的无线电，好、哦，在那边了。我们电车站，前往电车站。在那，谁快去关上那玩意？该数量真多。下次好运。没弹药了，我也死了，救我！他们到处都是。别再射我了！哎、欸，哦，没事。哇，你把自
子搞得到处都是。那声音超级像猴子的。小心点！他们真快，很快还很生气，很快还很生气。别跑那么快。哎，这可以进去吗？不行。哈哈，这。真不错，好，结束了，我们赶快去那电车站。这里。这要塞原本是谁的 ？Cog 的吗 ？Cog 以前把这里当作战地医院，实际的要塞在死人就盖好了，类似国王巫师的时代。国王巫师，听着，我在尝试给你们这里丰富的历史背景。踹！图书馆，哦，教会，教会吧？教会啦，图书馆。来看看它有什么功能。Yeah！ 啊！哦，好爽啊！嗯，你在爽什么？嗯，哎呦，钻进去了，融合。搞什么？怎么感觉好像是肉圆？哇！啊！进化了。哎呀，原来它可以这样融合哦！哇，它跟兽族融合。姐弟 ，Oh my god， 会拿枪了！后面一大堆。死！哎，这样讲话了，死！刚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想它升级了。升级了。他升级了，他说十，会说十是他的脚胶，在躲啊！试试包抄他们，是他的脚胶，还来啊？是卡层，了结了！这些比较聪明，什么啊？他们才没我们聪明，是比之前的聪明了。L， 没错。串三小，串三小，来干嘛？铁鸡，我一路往前跳呢。我不喜欢那些家伙。他们刚从兽族洞穴爬出来。跳远高手，他前世是奥运选手，是不是啊？怎么直接往我这边跳过来？破秃了你头发哦。哎，我头发怎么变这么颜色？看粉红芭比哦。真的啊？哎，看，来看看这个。要了！哎，我的头，我的头也有红色，好 gay， 破土了，也破太奇怪了吧？看这个破的位置也太好笑了，下次要不要破下面啊？啊！啊！这是什么？不是兽族洞穴？哎，手榴弹是某种巢穴，让人笑死人。看一下，干什么？你老师的，投出破片手榴弹！快点，穿过了门。我应该，这个好像蛮好的，雷暴。我怎么感觉这好像很强的样子啊？他们手上拿的这个。雷暴突击步枪，很雷啊！樱木花道，哎、欸，安安你好，林静瑶。他们在上面反而更多，是叫阮家来当掩护。啊，拿这个当掩护会不会太耳烂了、啊？靠！很好，坐下来，把他压死。他有被压死吗？
出来！哈哈，死在地上，死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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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去对面？不知。绕过来了，小心！就是要这样做。有吗？队友也破土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帽子好好缤纷哦。还有谁？黑人哥嘞？还没有。好了，看起来很正常。我头发稍微破了一下，光学迷彩头发。又来又来又来！哇塞，我们真的是快死了，直接用爆冲的方式哦。哪里啊？喂！滚滚！耶！哟，舒服。巨枪。我觉得我们该赶快离开这里了。好多蟑螂窝。刚刚的事啊，这是巧合。没破图，绿色的，不然可以笑很久。看来他们在转化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变成红色也蛮好笑的啊。那不是得花很长的时间。我觉得变红色还蛮好笑的。几天，甚至几个小时就能转化成成虫。那么，幼虫跟成虫，什么东西的幼虫跟成？你干嘛要那样？我爽啊，不能这样子啊。刚刚那女生说你干嘛要那样，我不能射蛋是不是？你干嘛那样哎呀，这个地上也这样子。我觉得这跟光影有关系耶。这个光影干脆不要开算了，一开这边红色地板耶。对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夸张。这样子啊，班长，那是个好预兆。啊，该死，又有巢穴，得扔个手榴弹进去。扔个手榴弹进去，好。投出破片手榴弹。嘣！快闪躲！再来了结你了。他还会爬嘞。垂死挣扎，这是我需要的。哇！天哪，这玩意儿还真令人怀念。哇，这个榴弹发射器，谢谢。左边有狙击兵，小心，是狙击兵。过头了，哈哈哈。打，没打到。破得很可以，呀呀！一个死哨兵，嫩。一直来，一直来！现在时机不对，我得学会数自己射了几枪。我发射哨兵，漏你！我是不是要把那个给炸掉啊？不然他们一直升欸，是不是？好欸，真不错。去死！给你吧。现在在线啦。欸，你被 K 到啦。我给你个地洞去。不知道去哪里啊，没看到我这样子。假装没看到。死了。对啊。很好。
丢一下好了。逃出破片手榴弹，防具摧毁了。关了一只身，真不错，都清光了。麦当劳叔叔，新的旧的定义啊！走吧，我们去电车站。香蕉君，他现在喝酒已经直接当水在喝，哦，那真的是不太好。瞄准的时候颜色还会变回去，对啊，你看。按住的时候，它颜色慢慢变成我们原本的颜色，一放开慢慢渲染，怎么感觉好像什么光学迷彩这样子啊？快闪躲！史内克的光学迷彩。呀，好了 ，Snake， 我们得在天气变糟之前赶快进去。P.S. 好像要初五了，明年呢、啊？明年绝对初五啊！我告诉你们，绝对。我已经在等了，我的荷包已经准备好了。谢谢，嗯，好用。临别荷包准备好了。有打算玩 CS:GO 吗？没有，没有打算。怎么走路变慢了、啊？继续。哎、欸，又出现了，是马可斯的无线电。那就不马可斯，就是这里。那边看到看到，要救老爸，又跑走了。可恶！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海獭、哦，青蛙跟海獭的综合体。哎、欸，我连我的眼影都粉红色的、啊，我这边眼袋是粉红色的，好 gay 哦！快进掩护！天哪、啊，太 gay 了吧！小心刺针！我的头发变绿色，索隆哦！对啊，我的头发，擦小，干什么东西？我没办法专心了。杀他快！踹死他！哦耶！哎，把他弄死了！又来两个！好啦，管你来几个啦！救命！那么弱点到底是哪里啊？一直射就对了。弱点应该是他们底部的那个发光体吧？救我！哇，聚不了，聚不了。这怎么打、啊？有人要死了，救人去！没有人要救我，他压住我了。有没有要救一下他？他死了。啊！你刚刚要闹死掉。啊！我没办法救，我要救的时候被撸啊！马克思去了，哎，不是马克思，黑人哥哥。哦，他在跳的时候，攻击手段啊。哦，你来，哎、欸，他直接爆了。又来两个。又来两个。不能让他们白白浪费。得！救命啊！我被困住了！不要！
他翻肚，然后青蛙。挂了。抓夺兽还不够糟吗？现在我们还得烦恼这些猛扑兽。猛扑兽，哪时候取的名字？抓夺兽，然后再来猛扑兽，还真会临时取啊！那是什么？啊？那是什么名字？他说猛扑啊，他说这个叫猛扑兽，哪时候取的、啊？这不是第一次遇到吗？马上改名字。